接一下。我今天今天几点？5点呢。我今天5点钟起床，然后就弄成这个样子。金钗嘛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哎，你今天在哪里吃的？就是那个 F9。你拍什么啊？为什么吓人的？走喽！我想唱一段 rap， 你别拆人家的门。我想唱一段 rap， 我想跳一段嘻哈，可是我，但是为什么你的鞋子这样子？请拍我的鞋子和我的脚，是不是很有创意？很土啊！情话都说一遍。啊，这个大。不用看镜头，不要看镜头哈，跟他跟小朋友玩。逗他笑，又逗他笑。真的好，真的好。哎，对对对，好的。逗他笑哈、哦。你给他看你的戒指。哎，对对对。等我一下，先帮我等一下太阳光哈。至少有一下。刚刚有几个吗？好，靠近他，又来了。好，等等，你换另外一个，换另外一个。哎，我怕，我怕。我好熟了。这种，我觉得这种都 OK 的。就是你脸可以侧一点点，这种可以吃得到，这种其实不怕。我觉得我侧面好小，我看着。你说年纪很小吗？对啊，我侧面上年纪比较小，但侧面上会比较小。那我要年纪小啊！大家一起动好不好？来，你过来，加栖息的地方，想飘飘，想飘飘，我盼望闻到温馨自在的清香。Sing my song， 青春的绽放，肆意的成长。中弥漫香香的味道。 I am strong， 浓郁的
出来，这张真的很有像小学生那种味道吗？太高了，是吗？真的吗？看，看什么？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真的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你喜欢哪一张？我手机到了吗？感觉我的头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了。是他们两个的是吧？换个头发两分钟。